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参与权，没有决定权。中英联合声明没有经过公民投票，基本法也都没有经过公民投票，也都没有过一个准确的好的民意调查。所谓民意审裁当时来说呢，基本是一个骗局。所以我们是没有角色的。